哎，这两棵核桃树都被咬死了。哎呀，大核桃！哎，大核桃树都被驴给咬死了。 别撒欢了，妈妈修蹄子了。妈修蹄子，他在那来回奔。看了吧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看了吧，看了你看，我手里不是小来了，弟弟，下不来了，弟弟。哎，你几瓶了？弟弟，鱼，哥，要不，你有事儿做？没呀，媳妇儿来着，兄弟，哎，快点，快点吧。 这事儿，天上长的，哪里不是？回来，快了啊！回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事儿了。要黄油不？黄油不沾嘛，这玩意儿没事儿，干它吧，放水里煮。就好了，快水点，好了。哦，那地方，这样子就是漏了是吧？对，看你出哪出弄来。啊，不能了。行，就这点，让酒吧去。 拿点油，拿点那个东西，我拿点。啊，你看这个，不是他掉不溜了。行。 看这个船弄了，看了吧？嗯，看见了。看。光下那个。啊，光了。耶。哎，他变成一个长。我的血了，不是。哎，出了血了，血了是吧？出不了两码不点。出了这是。不是，出了血了，出了坏血。哦。咋不来？这出不了两码不点的，那这。 去，这他就过去。多少钱就没事了。在这，够了。够了，你点上了，拉着去。点上了。点上了。哎，看圆鼓鼓的一个窟窿，看了吧？哎，就是圆鼓鼓的一个窟窿。看了吧？真是有点经验了啊！可能看了给他们得到了，也得说一说，他们。 对了，咱们，我跟你说这一局全部都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哎，耍的，这都是，这哥们耍的，这可不是。 好了，这地方缝，压住了，看了吧？那就是粘住了，就没用，它就掉了。水水，来点啊！不是，就留着。哎呀，我晒我。哎呀，这是垫付，也不是，不是防水不？不用，不用，这船那是顶不住，越不动，越不动，鱼。 哟，哟，嗯，我听我来念，不能干，这不用干，来，等它凝住就好了，是吧？嗯，来，好嘞，你。 这个小驴儿，这可能比较操心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厉害了，好了。
我那行了行了，不不，你坐着。小杰他也不能修吧？好了，吃完了。那个，那这行吧，那不用了，不用没有免费的。